好開心，我贏到半程嗰個比賽。但係今日都有一樣嘢好重要，就係可以做得一個好嘅時間啦，即係好近嗰個嘅比賽個記錄啦。under 一分鐘啦嚇。咁有樣嘢都好多謝我個對手啦 ，Kevin 啦。咁我哋差唔多全程90% 都係。嘅 course 都係大家都係你有領前，我有領前咁一齊。如果冇佢，都唔會做得一個咁好嘅時間。同埋都好開心，有人同我跑咁耐喺度一齊跑咁樣。所以係一個好好嘅 experience。係啦，咁我就贏咗今年嘅總冠軍啦，咁即係其實好開心同埋好驚喜咯。咁啊，第一站玩完攞咗第三，其實咧同個冠軍即係同第一名咧個距離好似成20分鐘咁滯嘅。但係跟住第二、第三站咧就開始表現好啲啦。其實咧今站第四站咧我都想表現再好啲嘅，但係即係一個星期前咧就有啲病啦，即係仲未好翻曬，但即係。即使是這樣，我覺得時間都 OK 的了，但是對手呢真都很強，但是不要緊啦，還有最主要呢我是很多朋友和我們的 team 呢就給了很多的 support 我啦，就包括資料上和一些鼓勵我啦，即使今天是第二名跟住，但是呢我都覺得是很滿意，而且他們都很鼓勵我啦，我會繼續努力的。Today OK. Everything perfect. Thank you.